华亭街二四。华亭街二十四号。你好，那个华亭街二十四号十楼李宜勋的包裹，不用收钱。好了。混蛋，你可能要补点印记。对，我这样可以啦，勉强。啊，上面有看到华亭。对，啊你的自己可能要用一下，谢谢啊。对。天水五二二六号。有二楼按
哦。靠腰139，你好，129号5楼2，郭叶珍。好，谢谢。谢谢，感恩哦。好，那就好。拜拜。拜拜。嗯，不能上风。那你上风，那你上风。69号9号4。
喂，陈嘉威小姐，请问你在家吗？在啊，那包裹在楼下，我现在送上去哈。啊，拜拜。我找不到店里，我只好打电话。空白处就可以了，没关系。好，谢谢。谢谢您，拜拜。你好，322号七楼叶三卤的包裹。是，刘小丽。
Hello， 三楼一今仔日有人无？三楼一没有，啊，麻烦你代收一下吼。来，麻烦你。哦，感谢。一家平安喜庆送过来。还是，哈哈哈哈哈！这个，这么刚好，对不对？丢啊！重庆北路一段22号，你从长安西过去就快了。Holy shit！ 我多了一个弯。Yeah。